您还在炎酷的夏日中苦苦哀嚎吗？气温持续破表飙高，在艳阳底下没过多久就满身大汗，热到头昏眼花，衣服不仅湿哒哒，汗水和异味更是让人无法靠近，遮阳帽、阳伞甚至传统毛巾根本无法让您得到凉爽。这种热到没地方躲的感觉您受够了吗？忍着心痛咬牙开电扇冷气降温，然后要缴大笔的电费，您甘愿吗？想尽办法用任何方式也无法降温，让您束手无策吗？今夏行销多国丽尔家酷凉巾绝对是您的最佳避暑圣品，最新特殊设计完全打造锁水降温的酷凉冰感效果， 3D 透气设计保湿锁水极佳，水分不流失，加入高级棉质让酷凉巾更耐用有韧性，材质凉爽不湿黏，不滴水，不沾湿衣服，而且经由气流经过更散热更有凉感哦。贴心的独家专利设计，让您轻松佩戴在头部、颈部甚至手腕，方便不会掉落，而且美观大方，让您拥有美感更拥有凉爽。你看，在红外线测温下，丽尔家酷凉巾迅速达到降温效果，而且绝对不会用湿您的衣服，也能放置冰水，更能享受比常温水来得清凉又舒适，或者可以在冷气房里配挂，达到更冰凉又快速清凉的效果，让您瞬间达到散热和静凉的消暑快感。除此之外，丽尔家酷凉巾在使用上非常环保，出门在外只要有水就能让您重复的保水散热，而且清洗非常简单容易，使用完只要放置水中搓揉扭干后并挂在通风处，就能和新的一样干净卫生。丽尔家酷凉巾使用范围很广泛，不仅吸水力强，可以马上擦干汗水达到干爽散热之外，更可以用水清洗后放置袋子里摆放冰箱冷藏，取出使用就能达到应急冰敷的效果，不管是感冒的时候冰敷散热，或是运动完舒缓肌肉，都有好的辅助效果哦。不管您是辛苦搬货、运动擦汗、跑业务消暑，或是开车族，甚至家庭主妇做家事煮菜，或者拼考试的学生都可以配挂，只要披上一条丽尔家酷凉巾，不仅消暑，更让您感受酷凉舒爽，更有精神哦。有了丽尔家酷凉巾，您和家人再也不用害怕炎热的夏日。